好了，我们继续把这个 S7 这个微信的排位打上去吧，已经打到铂金一了啊，不，白银不是青铜一，离那个白银就进一步了啊。这个廉颇刚才是直接奖励我一个廉颇，送我一个廉颇，是吧？上风嘛，那就用火舞呗。打一把排位，然后咱要去打一个 QQ 的。手包不掏包不是包。哎，这个你看，怎么两个射手啊？他掏包不包，保快保。这把可能有点麻烦啊，那个射手这么多，亚瑟，我守上路吧，中路是安琪拉，下路可能，下路可能那个鲁班后羿都会走下路，哎，这个等级段位都不是很高啊，我这个火舞也才绿点点。亚瑟既然基本上是没怎么打，直接上来就是干啊！衣服浅，鲁班不按套路来啊，走上路啊！你确定你要走上路啊？后羿你走下路，啊，这样搞两天我走哪里啊？谁能告诉我该走哪里？这边搞两天没人打野了，兑换了两个打野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去还野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出到他们家去，反正线路都有他们人。我去，貌似他们家也没人打野，没人打，我来打。哎呀，开局就拿一个人头，这真。青铜段位就是好打，是吧？关键我这不是专门打野的英雄，打到我就是那也出打野装备也可以，是吧？我擦，好痛！我们家的怎么死了？来一剑，想跑？Double kill，反正我们家狼没人打，我去打，不打也是浪费。你个亚瑟别过来抢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干嘛不去打红 buff，非要跟我抢蓝 buff？来打呀打呀！他们都好傻，直接从中路强攻是吧？我也不介意啊。再撸他两下。你还想追我啊？就这么点血，你要不要来打我啊？我就这么点血，你要不要打我？小心赵云！先走啊！这点血还是不要浪费，保持镇静，不骄不躁是吧？慢慢来。
哎，看起来想跑，能跑得掉吗？下面还有个谁，雅典娜是吧？这个差点就给我拉掉了啊，给鲁班扑死了。你过来干嘛？一个分身过来干嘛？死了 就走开一点。现在才到四分钟，四分钟已经六个人头到账了。好的，对面就是一套啊，强攻，中路强攻。不去中路都没有人头抢了，是吧？以后你可别换二技能哦。哎呦我去，这玩意什么玩意？蓝起了，哎呀，亚瑟又满血回来了。安琪拉好傻，雅典娜又复活了是吧？复活就要作死。又一个，爽爽爽！赵云还来，小赵，小赵。跑了跑了，这个叫做爽，这才叫做爽。女人就要这么爽，哎呦，一后一被射晕了。小赵，小赵，你要干嘛？抢不到人头了，现在。都六分钟了，他们怎么还不投呢？掉了啊！哎呀，我操！完了，被震晕了，要死了！哦，好混乱，好混乱！就这么一波一波往前冲。这样都没扔到他，命真大。雅典娜复活，等待一下啊。哎我去，震晕了。lose 他们 ，lose 他们，过来过来，哎呦，我操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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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烂烂烂，就像烂死了。
真把自己给烂死了。今天这么顽强，居然还不投降。怎么感觉微信区这么好打？不，主要是应该是段位比较好打一点吧，段位低一点啊。亚瑟杯，这亚瑟傻不傻？打安琪拉，跑掉了。赵云得要搞掉他。赵云漏啊，一个叉叉叉，哇，好大了，好大的火气。这样一个人头抢得真爽。抢到，靠，这样也死了。什么叫玩虐啊，我操，他好危险，躲过。就站在家门口是吧，后面啊，我留点吧，等着他们那么快推了啊，推了人头就多打不了多了是吧。再来慢慢撸他们，完全不行啊，对面玩虐是吧，不想猜不想猜，多虐几个爽一下吧，等能出来一点，出来一点。那么激动啊！赵云现在厚了好多啊。这么快都被他们抢光了，而且抢个人头都不行。二一一一二二一二是吧，全部拉了赵云，等他们让他们多活一点啊。没人出来了，我操！就赵云一个砍一点，哎呦我操！这个谁？后羿，后羿还想虐我？哎呦，别跑！
别跑，他跑掉了，姥姥的，没可以多拿一个人头，还有机会。去打起来。哎呦，就差一，哎，最后要怎么死的？被扫死了。哎呀，才打23个，我还想着来个30个多爽。你看突破了啊，突破青铜了，打到白银3了。啊，对方亚瑟掉线，掉线了，你居然还不那个投降吗？这个出装我感觉就这一套出装比较爽一点，反正不是火舞的出装可以那么参考是吧？不知火舞，反正我的出装都是按照这里面装备里面的这个大神出装是吧？推荐方案、热门方案、大神出装。大神出装这里面有几套都不错啊，好像是热门方案的第几套？第二套。